乍着一看呢是川字纹，但是仔细看的话，整个川字纹是完全破了局。地纹线起得太靠近了巽宫，而人纹线直接穿破了巽宫。这样的人的话，胆子比较大，做起事情来是比较疯狂，野心呢也是相当的大，在做事的时候是不计后果的，尤其是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。命运线从坎宫弯弯曲曲啊，或深或浅的，直接穿上了中指与食指指缝，名利一场空啊。中指歪斜，虎口偏大，为人慷慨大方，一生存不住米。即使掌中也有贵人纹，但是由于性格太倔，个性要强，自己死钻牛角尖。最后的话还是容易走偏，情感方面表现一般，容易有烂桃花。晚年福运稍微弱一些，子女能力不如自己，但是好在自己命运线还算有力，所以稳扎稳打，一步一个脚印走的话，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结果。身体方面，掌中青筋多处浮现，要多注意肝胆。脾胃以及呼吸道系统的健康问题。